感謝，感謝美美甲我的執行總幹事阮昭雄，甲泡泡姐，好不好？感謝學弟上，這就是台灣人的價值啦，對不對？剛才妹妹說不能讓我孤單，我很高興。其實今天我實在想不到，我們主辦這個活動準備5000領衫，一領100塊，結果才比江惠的票賣得更快，10分鐘賣了了。今天活動了後，我們馬上又做，因為台灣台北是我們永遠的目標，永遠的價值，對不對？大家知道學弟上是我很尊敬，我在2015年我拍到學弟上的紀錄片，因為是我的台灣偶像劇，是我的偶像。第二出紀錄片現在也回來拍，叫做彭明敏教授。未來還有很多台灣的偶像，他們是怎麼會變成我們的偶像？因為他們追求台灣的價值，實現對於這個土地的使命和承諾，他們把一生奉獻給台灣，這就是我心目中的台灣偶像，是不是？今天來也有很多好朋友，剛才說蘇館長他很客氣，我的老同事蘇立琼，捕獲野生蘇立琼，感謝，感謝在那麼困難的市政府還有辦法把四大運辦得成功，很不甘，很優秀的台灣公務人員的代表，我的好朋友蘇立琼，大家感謝。其實我來到這感覺百感交集，因為我腦筋一直想到算算的31年前，31年前，那是1987年519事件，有參加的，像在座有人目眶開始紅起來。1987年519的時候，戒嚴剛解除，但是國會還沒改選，總統還沒直選，我們人民要沒辦法參與政治。在那個時代，我們要爭取國會直選，所有的人集合在這裡，國會議員官去用泉水，去用圍困在這裡，剛足足一天一暝。那年我大學3年，但是那年走過去了，今天我有機會站在這台上，我哪有孤單，我沒有孤單。今天我們走路走到大巨蛋的時候，我聽到我們的指揮車說，我們隊伍的最後一隊才從上山機場就要出發，我感覺今天我不知道來多少人，我知道成仙上班的所有好朋友，大家都站出來，站在姚文智的旁邊，對不對？對不對？我們哪有可能孤單？但是大家有想到嗎？大家是為什麼今天站出來？是因為討厭柯文哲嗎？在我的看法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，我感觉基本上大家今天可以站出来，是因为我们心里中我们要有一个愿望，我们要有一个信念，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，我们相信我们站出来，台湾可以继续进步，台北可以变成国家的首都，对不对？甚至因为我们相信，咱相信31年来，咱经过遐尼侪扭曲，遐尼侪拍拼，咱一步一步实现，咱有机会完成。咱即马总统蔡英文
国会多数，咱即马伫进行全面的改革。咱也相信，做一个台湾囡仔，咱只要伫这个土地认真打拼，付出咱的血汗，咱会当成功，咱会当成家立业，咱会当建立一个美好的将来，是毋是？改革的路方法遐尼济，咱拢愿意付出行动，才有法度来改革。因为咱相信，咱相信，咱心中的愿望，咱的价值，是会当让台湾变作一个民主、自由、人权、进步、欢迎，会当伫遮永永远远打拼的国家，对唔对？对唔对？因为咱相信台湾人，伫遮会当出头天啦，对唔对？其实就是相信。但是咱即马拄到的，咱即马拄到的有一个人，其实伊就是不断换包装，不断换卖粉药，不断甲咱骗。咱要问伊讲台湾价值，伊讲啊好烦哦。咱要问伊讲这个代志，咱无爱讲个清楚。啊，伊讲个总统的考卷呐，爱较务实一点，爱向前干。各位啊，啊，咱大家唔拢相信假的。咱几十年来打拼，去予糟蹋。伊讲好烦，拢恁拢意识形态，恁拢搞民粹。结果拉稀拉稀，甲咱讲，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清廉勤政爱乡土啦。把咱的过去的信用提出来，拉稀拉稀，来甲你搪塞一下，甲你应付一下。各位啊，哪了讲就清廉，过来张笑目，嘛问伊遐济工，甲即嘛无法度讲清楚。哪讲到勤政，大巨蛋也无解决。北医中心也无解决，唯一一个市长任内无任何捷运，大细项代志无解决。那讲到爱乡土，到中国好声音文化局协办，你去台湾大学，安尼好在爱乡土吗？各位，台湾的价值，因为咱相信。咱用一根据这个价值出发，咱要化作所有的政策，咱要追求一个进步繁荣的都市。但是咱心目中思思念念，根基徛伫对，徛伫这个土地，绝对袂歪错。咱要和国际交流，台北市就是国家的首都，对唔对？台北市所有县市的人拢集中来伫遮，五湖四海，大家伫遮共同打拼，要建造一个跟世界其他都市，伦敦、纽约、东京、首尔、曼谷、北京嘛无要紧，咱要甲伊平起平坐的世界都市，对唔对？安尼毋则是国家的首都，但是恁知影，我有甲算。这个人选举的时阵讲，改变台湾从首都开始，应该大家要会记的吧？会记的吧？会记的吧？但是这两年来，你听过伊的嘴讲出首都两个字的举手，拄啊当选也有啦，开始就渐渐无去啊，首都就渐渐淹没在上海论坛。首都的淹没在两岸一家亲，首都的不知踪影啊啦。如果做一个台北市的大家长，人你问伊讲，台北市是啥物款的都市，讲首都两字讲袂出来，安尼咱卖好做啦，好唔好？好唔好？
想打两字讲袂出来，搁要做市长。议员问伊讲，啊，这是这个首都的定位安怎？伊讲较细声的，较细声的，都台湾的台北市。有可好无？敢咱个扭曲？咱有够往屈无？有够悲惨无？各位，其实台湾的价值出发，国家首都的定位，伊影响的，毋是讲我即马咧讲的，人甲咱讲意识形态，人甲咱讲啊，咱就无法度。其实影响足济，大家可能嘛唔知啊。我过年的时阵去日本演讲，我甲查，讲十多年来对马英九、郝龙斌、甲柯文哲三任市长二十年来，咱甲日本的交通遐尼密切，咱大家拢去日本佚佗，咱独独咱台北市。甲日本其他的都市无任何的外交关系，恁知影无？同一个时间，赖清德做台南市长，台南市和日本七个姐妹市啦，七个姐妹市。同一个时间，林佳龙和郑文灿做市长，人因拢三个或四个姐妹市，独独咱台北市。啊，马英九、郝龙斌，咱就算了。啊，偏偏过去咱支持的这个，结果发觉所有的代志，所有的代志开始讲两岸一家亲以后，所有的政策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、交通，种种的政策，拢甲国民党拢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啦。所以一个，这是一个换包装。大家知影，咱长期，我讲三十一年前，咱就伫遮，甲国民党切拼。咱好不容易国民党应该要倒啊，即摆国民党分作两种，一种有包装的，一种戆戆像丁守中，也毋知影通包装的，剩两种。但是包装纸拆开，拢国民党，为虾米？因为所有的政策做出来就是国民党，安尼，咱对这个首都的目标，咱对台湾的价值，咱敢有可能来实现？我相信无法度，无法度。所以感谢大家站出来，我相信站出来的人，大家已经看得足清楚。但是咱社会要有足多人，或者包装。或者卖粉油，同款伫遐卖卖醉醉。伫咧网络时代，话代志还无真清楚，真侪少年人无一定真正站出来社会听这个声音。伫遮互我拜托，咱遮我看是扶老携幼拢总有啦吼，拢总有。啊，若无做阿公的，甲恁孙讲，安尼好毋好？做人的孙的，甲恁阿公讲，好毋好？好不好？在外面打拼的跟家裡的人說好不好？在家裡有看正經現實片的，跟那個整天在上網路的說這樣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們跟我們的聲音，我們跟我們的價值，我們跟我們的理想都說說出來，這樣好不好？我相信，我一直相信，我一直相信我們長期來的理想，我們長期來的價值一定有实现的一天，对不对？我也相信台北市，你果然把纽约做天龙国，伊嘛是台湾人的首都，台湾人会站起来，共同打拼来维护了台湾价值，建立这个国家的首都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也相信2018年。咱一定要翻转台北，咱一定把咱的目标拢拍拼推动出来，安尼好啊，好。参照今仔鸡蛋大游行，我主张废松山机场变大公园。其实伊的目的，伊的目的就是过去咱台湾人五十年来台北市拍拼的老社区，
主啊，因为拆机场了后，伊有机会翻身，伊有机会变作一个真新的脱胎换骨的都市人，对不对？大巨蛋，拄只主持人讲要拆，我要拆的是大巨蛋的神话，我要拆的是柯文哲用大巨蛋的开始，讲伊的五大弊案，这个白贼咱来甲拆破，好阿无？大巨蛋未来第一个远雄要解约，因为无可能阁做。第二，大巨蛋要拆也不爱拆，应该全民公投。咱2018年市长的时阵，咱大家共同投票公投大巨蛋，安尼好阿无？好阿无？听咱市民的声音，要拆还是不爱拆？那姚文智做市长。大家讲要拆，我就拆，安尼好阿无？大家讲不爱拆，我就甲做一个咱台北市上水会当演唱、会当拍棒球国际赛、会当经营足好势的所在，安尼好阿无？各位好朋友，其实我准备选市长，唔是两年啦。嘛唔是四年，准备一世人啊啦！因为过去，包括今嘛，所有要选市长的，干阿我是出世大汉，小学我无钱读幼稚园哈，小学、中学一路。在台北成长起来，我1965年出世，其实就是台北市在那个时代快速工业化，变作一个真正台湾首都的时刻。我一直感觉台北有足侪会使改革，足侪代志会使做。我对着谢长廷去高雄10年的时间。我规划了美丽岛车站，美丽岛车站全世界最美的车站之一。我规划爱河，在我手来开始会使啉咖啡。我规划现在少年人爱去的博尔艺术特区。我参与谢长廷的团队，其实是谢长廷团队改革的灵魂，创造了高雄的改革。我不但自细汉有志愿，我已经有足好的成绩，我已经有足好的成绩。而且这几年，我伫立法院推动都市改造的法案，各种的拍拼，我已经准备好啊！我已经准备好啊啦！准备到未来，我感觉有信心。有机会是自20年前阿扁市长以后最好的市长啦，我有信心，我有信心。所以我在这跟大家拜托，民进党的提名先给放一边啦，好不好？咱的人民给他提名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赞成的要求，你好阿母，赞成的发动算，你好阿母，好阿母，姚文智，动算，姚文智，动算，姚文智，姚文智，姚文智，动算，动算，动算，安尼就已经提名嘛吼，安尼现场，拄只我听吼，讲咱伫大巨蛋的时阵，咱的队伍要伫松山机场吼。我甲想道路面积折算每个人站的平方公尺数哈，应该我已经动算了，不是提名。所以拜托大家好不好？搁耍落去日子，我决定，台北市拄好有1619.2公里，1619.2公里。
代表是所有的道路总长度。对，明仔载开始，明仔载开始，我要踏遍大街小巷，要来给大家拜托，要握紧每一双手，走遍456个里，公布我在台北所有的政策，而且把听所有人的声音，认真拍拼，全力以赴来竞选2018年台北市长，安尼好唔好？好唔好？好唔好？感谢，虽然我要无声，也毋过我最后甲大家拜托，1619.2公里，我若行到恁家门口的时阵，台湾台北的衫摕出来，好不好？好唔好？我若行到恁楼卡的时阵，吼，你用电锅拉咧，啊，你电源一咧，安尼好唔好？好唔好？你若还袂摕到衫，我伫巷仔口的时阵，吼，啊，你唔当穿内裤啦，吼，你爱衫穿的吼，冲出来，甲我100块，甲我买一件衫，你好阿无？好阿无？因为我感觉，人一个外国人，一个外国人来咱台湾拍篮球，规划台湾，人伊会想到，伊讲。啊！恁的比赛拢讲 Chinese Taipei， 那也不爱变作台湾台北。所以这个直男选手 Davis， 让伊个杀，伊家己做一领，我做台湾台北。其实我是予伊感动，而且我转去我看电话电视了，我想，咱台北市所有问题。敢是安尼咧？咱台北市自过去日本人统治1949年国民党统治，长期到即马，咱是毋是拢有人用一个歌甲咱砍掉？迄个歌叫做 Chinese， 迄个歌叫做天龙国，迄个歌就是要甲咱所有台湾人杀去一边。讲台北甲台台湾其他所在无共款，骗笑的对不对？骗笑的对不对？台北就是台湾人的台北对不对？台北就是台湾台北对不对？所以甲 Chinese 台北改做台湾台北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未来一个都市的目标，一个都市的目标，就是甲 Chinese 台北。改造台湾台北，好唔好？在这个目标内底，咱用首都级、世界级啊，上进步的方案，不管是绿能城市、智慧城市、永续城市，所有进步的目标，我拢准备好啊，好未来台北市，东东家家。顶天立地，变成台湾和世界其他都市共同站起的国家首都，安尼好唔好？好唔好？感谢大家。